那我有测试一下，那后来，那我有测试一下那个 HDMI loop out 的功能，然后我发现就是 feel world 跟，那我稍微测，那我测试一下那个 HDMI loop out 的部分。那我测试一下那个 HDMI loop out 的部分，那我发现 Feel World 跟神牛这两款荧幕输出都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就是颜色正确。跟原本如果你直接 HDMI 接，那我有测试那个 HDMI，那我测试那个 HDMI loop out 的功能，那就是接无线图传，然后截一个图，看看颜色有怎么样的改变。那 Feel World 跟神牛，我可以说就是几乎是100%还原，就是原本跟图传接，直接接图传跟 loop out，然后接图传是颜色接近，就是没有什么大差别，就是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但是 Depth View 的部分，我可以就是放在画面给大家看，就是跟原本直接接图传的差别有点大，整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洋红，就我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，两台 Depth View 都是一样的洋红颜色，所以我不知道 Depth View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，它的 Loop Out 功能怎么会套一个奇怪的洋红颜色在上面呢？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。